就是要赖。那在我们的系统里面，如果你想用 PC 版的赖，那怎么处理？首先，当然你在 Google 上面搜寻赖，到赖的官网上面，你会发现赖它并没有提供 Linux 的版本。那这里告诉你一下，我们可以使用 Windows 的版本，把它下载下来。好，我存在桌面。好，下载下来了。到时候桌面怎么样呢？这个把它使用 Y 来安装。好，按下一步，同意，安装。这样就已经安装成功了。安装成功了，你方这边就会看到 LINE 已经出来了。那这时候输入你自己的 email， 输入你的密码。好，要不要自动登录你自己决定。如果是公用电脑，就不建议你自动登录了。开机的时候 LINE 要不要起来，你自己决定。好，就按登录。好，账号密码打对之后，你就会发现你已经可以登入 LINE， 然后你的朋友也都在上面，好，所有通讯录也都有过来。好，这就是 LINE 的安装。